GoPro 停止录像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GoPro 有所谓的声控，声控录影拍照的功能。那我现在是用 Osmo Mobile 对着 GoPro， 那我要对 GoPro 下指令。那其实下指令很简单哦，你只要说 GoPro 开始录像 ，OK， 它就开始录了。嗨，那停止呢也很简单 ，GoPro 停止录像。哦，它的停止。那拍照，拍照。然后关机呢，也可以声控加到关机哦。GoPro 关机，哦，对，要关闭。GoPro 关闭，哦，它关掉了。那我们再把它唤醒，打开。好，因为它的指令我忘了，那在这边都看得到指令。那其实我们比较常用，大概就是开始录像，跟那个停止录像，还有拍照，还有连拍摄，拍摄连拍，哦，这里就开始了。GoPro 关闭，关掉。这是第一次带 GoPro 到河滨这边来。拍，他本来想要跑边滑滑板车，然后边录影，但是滑板车出了一点状况，好像是没电。那刚刚风很大，所以呢没有把周笔拿出来，因为今天风真的太大。对，那没事，改天再来。那今天使用 GoPro 的感觉，觉得。算很好用，声控方面也很灵敏。那这个是云台 Osmo Mobile， 两个对照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GoPro 停止录像。